梅三儿，我是。20年前在这儿，是我们死了人。赵红兵，终于见面了，把我这手给剁下来，你就是大哥。干！第一次我听说你啊，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这个。站手！在这世上，钱债情债面子必须得还，不还，你就是这个。从今天开始，没有别人能欺负我。没有，有本事站手！打虎就得他们上虎山。那来吧，我等着他。有点意思，咱给他来个梅花。怎能？我自己惹的事儿，我自己扛。明白了，东北版复仇者联盟。